天我是第一个来讲闪电奖，那我想要跟大家这个植入性行销一下我的协会，因为你找到一个跟 CC 有关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其实我等于说今年才真的开始加入 CC 的大使的培训，但是之前就有听过 CC 的概念，然后也很认同。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叫在干嘛哈。那我其实这五年来在推广一个叫 Design for Change 的一个创意行动挑战。那这个创意行动挑战呢，就是要台湾的小孩子就是去试着改变他生活社区发生的问题，然后并且把这个改变的过程记录下来。听起来好像很模糊，对不对？那我来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有一群在台东的小孩，他们在他们的国小发觉国小的这个地板呢都是常常会积水，久久不退。那他就觉得说，那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了。那他们怎么解决的？他们就想了很多方法，比方说他们去跟老师说，老师我们要去买抽水机，或者是老师我们要买遮雨棚。然后啊，老师后来就是都没有办法答应他们，因为这个东西学生没钱，老师也没钱。但是后来他们努力不懈的把问题原因找出来，结果发觉是这个地板旁边的那个出水孔啊，就是那个都被塞住，都被因为太久没有清了，所以里面都被堵塞住。就是后来没有买抽水机，也没有买这个遮水孔，那他们就用几根铁丝，就把这个困扰这个学校十年的问题给解决了。有没有很厉害？十年了，好，就这种有可能是这种小事情，但是也有像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从印度流过来的活动，然后就是也有一些听起来很感动人的，就是像是解决身旁的朋友身旁的孩子他是残障人士，然后不能上学的问题，然后全班的同学就轮流当值日生，就是用脚踏车载他去学校。那这种创意行动我们希望能够多多的在全世界分享。那所以说作为这一个活动的推广人，我们就自诩为一个故事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像是一个孩童的 TED 一样，收集全台湾的故事分享给全世界。那讲到分享这件事情，然后又想到这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想到创意。那于是呢，在这个我们协会架的这个新网站里面，其实大概从五年前网站就一直有，但这是今年新做的网站。那它就有一页专门讲说，我们这个网站上面都有 BYNCSA 这样。那不过说实在的，像这个 logo 我们已经也是用商标申请了一下，所以说，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写，就是除了什么商标之外，这个好像没有写很清楚。对，那然后每一个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同学啊，我们都会邀请他们就是来报名，然后在报名的活动，就是在我们会邀请他就是把他在行动想要改变社会问题的这个过程中，用可能文字、照片、录影、绘画、记录方式来记录下来，然后那他如果点免费报名的话，到最后呢，我们会请他写一个这样子的授权书。那这个授权书呢，就是要求他用 CC 的BYSA 3.0 的方式，把他做出来的刚刚这些影片啊、投影片啊这些，能够透过我们这个网站来去用 CC 的方式给大家知道这样子。那当初这一个授权书，其实我们也不是很会写，所以说也找了中研院的法律咨询。然后那个时候很有趣的是，他们老师们有谈到说，其实因为在台湾，如果你就是
电子的同意书、电子的授权书其实是不符合台湾的这个法条的，就是你真的要在法条里面规定，还是要纸本的签名，那才是怎么讲有法律效力的签名。所以说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每一年孩子有故事来的时候，我们会请老师们就是把这个孩子的实体的纸本签给我们。然后同时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那个时候写同意书遇到的困难是说尽管说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了，但是你要怎么确定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分享给你这个故事。然后同时又有最近各自把他问，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也是中研院的老师们建议的，就是请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是如果他满二十岁了，那他本人可以提供身份证号码后四码。那这样的话，这个同名同姓又同身份证后四码的状况就不太可能会出现。对，那就是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推的协会里面也有试着在用创作 CC 的方式。对，不过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去改进的，就是比方说像刚刚讲孩子的故事啊，我们虽然写在这个网站的那个著作权的那一个声明里面，但是其实我还是没有每一个孩子的投影片或每一个孩子的 YouTube 的影片，我们都有很清楚的标示说，哎，那个它是授权给我们的 CC by SA 这样子3.0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式。那而且 YouTube 它上面其实只有 CC by， 所以说是有点 tricky 的状况。对，那就是这一个反思是我在这一直用这样的旧架构，第五年来参加大使培训后才发觉，其实我做得很粗糙，就有很多东西就是想要用分享的方式，但其实也可能没有分享很清楚。对，那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恐怖，因为你我们大概有400多个故事，那每个投影片都要去标那个每个不同的授权，就有点吓人。但是总而言之，就是那个我的 Lightning Talk 到这边结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人有即时想现场分享的吗？没有投影片都可以，有你讲的也可以，或者有问题想要讨论的，就是你刚 FAQ 意犹未尽，还有更多问题非常想问，现在都可以讨论。对，我们这个空间大概可以用到5点。对。所以就是现在是大家自由的时间，还有15分钟。